あたりでね、うん、啊，这里，刚才我们不是看到有一根碧蟹很大的碧蟹下来了吗？我们去挖一挖。哦，在这呢，在这呢，没关系。不说肯定有不说的理由，原因是吗？这里啊，碧蟹，所以呢，没关系。大家帮我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大家帮我点点关注，点点看到没有？他在榜一了，没说话，他看着我呢，他没说话，看到没？看到吗？这里，我好像要让你们看到，嗯，谢谢，看到你们的关注了。这头啊，这头啊，嗯，这头还有点大，这头还有点大。哎呦喂！这是没碧蟹的疼，天哪，这里太多东西吃我了，我感觉满身都是刺，感觉哎呦妈呀，差点摔下去了。我这坨也不小了，在这里，嗯，这里，又一根，又一窝，这里，开美颜了吗？我可不想开美颜，美颜怎么调啊？没有，我，我调了，你回来啦。嗯，我还在。你一回来我也不在，你回来我也在。嗯，他要出来陪我留点啥，好吗？咱们这个站有点太吓人了，我这个时间看你那边，看你边锻炼。哦，谢谢你每天安排这个时间段锻炼吗？我曾经以为每天爬山就是锻炼，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爬山只是出汗，然后锻炼一下，腿的那个啊。太棒了，
带棒的，带棒的。我觉得吧，我自己都是真的好了，但是我觉得上山，我觉得以前觉得是锻炼，但不是的。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的。嗯。大家没关注的朋友点一下关注啊！我的手今天受伤很严重，真的很严重。哼哼，那不得不否认，确确实实的说，不赚点米咋整？是吧，像人家说的，你不赚钱拿什么去维护感情，拿什么去维护亲情，拿什么去维护爱情，拿什么维护各种各种。这两年这么难。好的姐。这几天都来陪陪我好吗大家。谢谢你们。小丽不见了，小丽不见了，是我把小丽弄丢了。是吗？是我弄丢了吗？被我气跑了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昨天一回来就不见人了。锅底灰嘛，也就是白藻灰噻，锅底灰就是白藻灰噻，那个挺好的，它什么都可以加，它什么都可以加。朋友们点关注啊，没点关注的话，明天我给大家带挖猛货，带大家挖猛货，好吧。今天二三十块钱还是能顾的，能赚的。哎呦，漂亮吗？漂亮。我要回家了，朋友们。我看一下。当归有个3.98块的这个，大家去拍一下好吗？我下班之前成交一个行吗？啊，不管是哪位朋友去拍一下好吗？当归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是小梨上的，然后我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，你们去看一下。去拍一个。谁去拍也可以，谁去拍都可以，好吧。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啊，你们先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。黄芪、枸杞，里面有当归，
啊，黄芪、枸杞，是一小包的啊，你们可以去带一个，可以去带一个，好吧？